哎，打出去了吧？我他妈三路全爆了啊！还要归啊！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大家帮我先按个喜欢，并按下订阅，最后记得要打开小铃铛哦，感谢各位。魔法的火焰，既能焚尽万物，也能助人。敌人消失。哇，干你啊！靠北，我就丢歪了，我到底在干嘛？死了哈，活该！好机会，可以拆哦。喂，喂，大哥，你不拆塔，你跑去吃灵鸟。欸，他大好好骗哦，干！圈他，他就开大了。好硬哦，打不死哎、欸！干，南希亚也换到洛克镰刀啊。我终于有头啦！哇，下路爆了。你看这貂蝉，他刚刚应该要去帮下面的。因为他刚刚上来上面也太晚了。哇，小丑怎么冲进去给他丢啊？他还有大、啊，丢一个他妈盾他妈超厚的啊！抱歉，我雷了。注意一下，洛克，你去找关心他有没有大局就好了、啊。哇，完了，完了。退！五支啊，五支烟啊，各位观众，五支烟啊，不要打啦！感觉是玩达尔西他妈必输就对了。踩出去啊，拜托啊！敢对面双绑阵也是他妈的蛮靠背的哦。嗯，洛克会蹲在这哦，干。干！啊，为什么人都……妈的嘞！干他妈的，把沙刚杀出去了啊！为什么不踩出去啊？哇！啊，这个刚刚那样直接吃凯的啊！我靠，上干嘛、啊？他妈架打赢了，不用一直要去清兵线啊，架打赢就是推塔、啊、拿物件啊。魔法的火焰既能焚尽万物，也能助人抵御灾害。
柴凯撒那边啦、啊，哇！柴凯撒那边上面就没东西拿了，他们他蹲在那边，他们也不会来的。完了。看刚才一波上一波就赢的说靠腰，妈冲个他妈的变输的，架打赢了一座塔都没拿到。哟，奥迪没拆掉可以哦。为什么你们一直这么喜欢往上面走啊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凯撒如果他们开了怎么办？要放给他们吃哦。这个宇宙还存在许多奇妙的世界。等等等等，没抹了没抹了，哎、欸，没抹啊，喂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他们的有一半人走了，洛克靠回来了、哦，完了。哇，那深渊！力量和信念共同缔造的奇迹。深渊应该会被吃掉。我们的阵容没办法这样，没办法打一波啊！我们阵容一定要拉打。你强开一波，他们双绑绑起来，干他妈洛克冲进来，我们就去了。这边更不能打，因为佛伦他妈在上面啊。可以陪我去拿那个蓝 buff 吗？应该是安全的吧。快跑快跑！但这佛伦这样很危险啊！他们应该是凯。哎，他推那么深，他要么就会被抓，不然就是他们这边硬攻过来，我们会要四打五。那个墨托傻傻的，还被他单杀、啊。魔法长城是人类智慧、力量和信念共同缔造的奇迹。可以蹲一个看看哦。看的佛伦还在那、啊，要确定呢。没有洛克位置呢。先把他龙处理掉啊！这边别打哦，我们要用消耗的，我们绝对不能，绝对不能干一波啊！硬干绝对输的、啊。我蹲蹲好了，这边能开就开吧。是人类智慧、力量和信念共同缔造的奇迹，赐予道义，由我掌控。干佛伦蹲那也很危险的，因为阿莱在那边。又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又不敢打出去了。那大龙满装了，深渊没道理一直放给他们吃哎、欸。除了艾森诺，这个宇宙还存在许多奇妙的世界。但我不想玩了，干，每次他妈的，玩个恶心就这样。
他妈的嘞，恶心魔咒！黄河区就开始他妈的深渊放，凯撒放，深渊放，凯撒放，他妈的守护女神，干！集合，准备团战，天空巨龙已被召唤。我需要次元之海神，现在海神是 OK 的啦。海神是 OK 的、啊，现在也不用什么视野了。嘣！哎呦，交顺！妈的，可以打了吧？可以打出去了吧？我他妈三路全爆了啊！还要归啊？好吧，等输吧，这我没办法了，就真的等输了。这个下一波哦，他妈双龙再放就输了。他妈可以打了吧？现在这一波五打三可以打了吧，各位？他妈的踩出去啊！他妈的加你一个手啊！你娘守不住哎、欸，靠！别兵那么多，鸡巴摸的！他妈的，这个兵啊，靠背啊！他妈的要复活啦！你个死啊你！和这个世界道别吧。看他们会不会出来下水饺啊？拉着打、啊。别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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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爆盾了！爆盾了！干你娘嘞！妈的嘞，去哪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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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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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快！快快快快快！剩两次剩两次！看你你啊，啊有国内的啊，可以打了吧？五打三可以，五打，这可以打了吧？哇！我、哦、看你你啊嘞，应该是很累嘞。